来哦，户外工，你看，这鱼鱼只白同学来呢，他们就整个都跑出来了，吃了无啊？蒜头口味的这个没有了，要去买了。讲赞成去买酸梅，那个吃。这毒物，赞成买酸梅。好，啊，这块活死再生计划，这一直甲浸，来浸完全袂臭啊。水果也饱满，这个汤啊，伊要用瓶接，我说水无够大，水无够济，所以这算失败啊。到这边，把它浸了，来加水。这户外缸鱼啊，做奶饲的。就是安尼，户外水草，伫遮咧培育的，这边慢慢啊变多，合过来，一二三，让它站鸟，好，小英哥在讲，让它站鸟。关起来，啊！这鸟仔咧褪色的。好了，谢谢收看啦、啊。哦，真侪只呢，这孔雀鱼真饲啊，足有成就感嘞。